你看这么大，细粮很多。给个号洗干净。干嘛？看着下面，找下黄鳝多不多？抓了一只小牛蛙，跑出来的还是挺肥的这个牛蛙。这一条黄鳝还可以，刚才都跑了一条，这条别再跑了。你看这只头上的还有泥包，刚刚出来的，抓了两只大牛蛙，两只黄鳝，又一只这么大的牛蛙，这只最少有八两啊。哇，你看这里还有一只，两只哦，哇，抓都抓不住。今天晚上这个牛蛙还是挺多的，四只的。这里又有一只，哎，撒尿了。这个养殖场跑出来了，现在这么瘦了，水沟啊，这些牛蛙都是从养殖场冲下来的。这个田是东哥的，这个莲子好吧，都开花了。那是野鸭子妈妈带了一窝小鸭子，你看，发现没有？一只，哇，好多崽哟！以前很多大黄鳝，东哥你看一下，找看看有没有大黄鳝呢？这个牛蛙，等下明天搞两个来吃一下，看好不好吃。抓了五只大的，到前面我听到叫声，应该那边还有。走，去下面看。这个季节黄鳝已经过了繁殖期了，它攻浆了，很难看到了。上次下雨的时候跑了很多牛蛙出来，我们到前面去看一下还有没有。牛蛙还是要小心的，你看。小青躲在这里，漂亮吧？嗯，它身上这么多星星啊，这种最毒啊！这种，你看这里还这么多，这个不喂了，射得跟猴子一样。这个牛蛙，里面没喂了，你看这么射。我们够了，有那么多吃够了，不要了。东哥又捡了这么多，捡了几个？东哥？桶里还有这么多，放在一起哦。可能我们今天晚上捡这个牛蛙，应该有捡五六斤牛。走了，可能啊，黄鳝不是还在那里？坐那，不可能啊。黄鳝跑到那里，我以为不见了。给两只给我，明天去煮一下看好不好吃。你看这只牛蛙里面吃了什么？你看，吃了一个大田螺，应该是厉害吧？你看这么大的田螺都吃得下去，这个头感觉怪吓人的，不要这个。